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 Gary。 那今天作为 VIP 拿盘的一个白金金奖，我们首批来到了这个 Artwork 的一个销售中心内部，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一个信息。那这样我们就来到了销售中心的内部。 Artwork 作为旺市核心区域的一个重点项目，无论是投资还是自住都非常的不错。那 Artwork 这个整个社区的话，一共会发售10到11栋，那第一批的话整共是3栋，分别是 ABC， 分别是38层18层和8层，一共是624个单元。楼下1到2层作为商铺，下楼便可享受咖啡甜点和各种便民设施，公共设施多集中在 B 栋，有图书馆、会议室和娱乐室等等。 Artwork Condos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地理位置，位于地铁站正对面，仅仅步行2到3分钟即可到达，两站即可到达约克大学，45分钟即可到达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联合车站。那 Artwork Condos 的一个居民还可以直接从 VMC 车站直接乘坐 Viva、RTI 以及 Go Bus。那如果选择驾车出行的话，居民可以直接从公寓的北面 Heavy Seven 直接轻松的连接441和407等主要的一个高速公路，可谓是出行是非常的一个方便。那装修风格的话，开发商给大家提供了2种配色，一种是高端大气的白色和沉稳耐克的黑色，供大家选择。基本上每个户型的话都会有阳台，那2室以上的可以购买车位。那 Artwork 附近的 VMC 是政府重点开发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就业中心，升值潜力是无限的。那现在四大会计事务所的 KPMG 已经率先的入驻，约克大学近6万的师生、留学生和教职员工的首选的居住或租住之地，房价和租金迅猛上涨，投资回报率超高。那现在 Gary 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沃尔玛以及停车场。那 Artwork 的3栋楼都会在这个地方拔地而起。作为 Artwork 的开发商 ，Smart Centers 是加拿大最著名、最成功的一个开发商之一，一直着重于建造大型的一个零售购物中心，现在更加专注于综合开发和总体规划社区，致力于住宅的一个领域。那 Artwork 的销售将会在10月中旬或下旬开始。那现在的话，新概念团队已经开始接收意向书了。那整个项目的话，预计在2026年底完工，然后均价的话是在1200尺以下，可谓是非常的诱人了。因为有些资料新概念团队不宜在网络上过早的一个公开，那如果你希望比别人更早看到户型图和价格表，优先的一个挑选户型，在公开销售之前即可预定单位，以最低价格购买的话，请联系新概念团队。地产新概念，您的最优选。感谢您的持续关注，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吧。